今早看到国泰航空被网爆了。以前英国留学时候，某次从上海飞伦敦，在香港转机，全机因为只有我拿的大陆护照，在登机口被领班空乘单独拦下，并进行了2次各类证件检查，以及被当成犯人一样被问各种问题，全程都是英语交流的，所以跟你说不说英语没关系。2018年10月，我当时看到价格上的话是比较优惠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国泰航空。香港飞伦敦的这一段登机的过程中遭遇了不愉快的事情，所有乘客大概200来号人吧，我大概是中间的位置，可能是个乘务长吧，他看到我拿的是一个红皮的大陆护照，把我拦下来了，单独叫到一边，问我的各种证件比对上面的照片，然后还叫他的同事过来一起看，然后叫我站好什么的，又问了一些可能有点涉及到隐私的问题，他们没有任何道歉。我当时有反驳说我可以不告诉你吗，他说不可以，整个过程可能将近10分钟，我已经是最后一个登机了，我当时没看到其他人拿红色的大陆护照，其他人都是畅通无阻直接进去，我直接跟他说我会投诉你，他来了一句那随便，当时觉得有点被区别对待，我觉得他不只是其实非英语，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我是没有讲任何话，他就把我拦下来检查，包括我跟他在检查的过程中，他问我问题，我回答也都是用英语的。